你没有阅读障碍，你是拖延症，而拖延症的产生，往往来自于内心的抵触。你也没有躲我，你是在暗示我，要跟我分手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当我意识到这点后，我的肌肉开始抽搐，我的呼吸和脉搏，我全部紊乱。 我大脑中VTH的多巴胺水平远远低于正常值，这直接导致我情绪低落，同时导致我注意力不能集中，我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全部开始退化。我什么都没做啊，小林，你的确什么都没做。 是我爱上了你，我的种种生理反应和人类失恋时所表现出的病理状态完全一致。根据逻辑反推，胡晓明，我爱你。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表白过。 我再次审视了我们的约会数据，我发现，从你跟我说完你姐姐急需500万，而我一口回绝的那天是个关键点。从那之后，你就开始躲我。我之后仔细回想了一下我当天说的所有的话，在我的世界观里，我说的都是正确的。可情感专家告诉我。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对错，小林，这里边是500万，请你收下。不，我觉得我现在的行为很愚蠢。 既不符合我之前的做事原则，也违背了我们婚前协议的若干条。但是，我愿意为你破例。你不用这样做的，小玲。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我无法接受没有你的未来，所以我必须这么做。 你叫这儿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段时间，读博的事儿给我弄焦头烂额的，也没空关心你。你换了新公司，怎么样啊？魏亚云。 现在是我手下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要是换以前啊，我一定会扇他一个嘴巴子。但是现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没有那么愤怒了。 那他呢？他跟我道歉，跟我忏悔。你不会就这样原谅他了吧？我可没有那么圣母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他每天那么讨好我，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我竟然觉得有点可怜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因为你比以前强大了。小玲，你再不说我们走了。过得看不就办，可至少是我在婚前协议上签字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好了？我八岁那年就想好了。可你根本不爱他，你甚至不喜欢他。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我就可以永远忘记那一天。哪一天啊？我爸死的第二年，我妈带着我去舅舅家借钱，然后我妈就让我在门口等她。那时候特别冷，下着雪，然后外边小孩都在打雪仗，我就在那等啊等，然后他们就拿那个雪球丢我，丢的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湿的。然后我就怪我妈，为什么不让我去舅舅家里等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不想让我看见她低三下气去求人的样子。那借到钱了吗？我妈想借2000块钱，然后被我舅舅50块钱就打发了。我妈当时出来的时候，眼眶都是红着的，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。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从那一刻我就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靠不住。浩儿哥一直很喜欢你，何木也很爱我。那你爱谁？你喜欢谁？我喜欢钱，我想过安稳不愁吃穿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。我喜欢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用看价钱牌的感觉。那你现在得到你想要的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开心开心。小玲，雷浩文最近改观很大，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看看他，也许你的未来就对住。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我不想你以后后悔。选谁我都可能后悔，但至少我有钱了，我有钱。那什么呀？何木给了我500万，500万。小恩，谢谢你啊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你拿着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些天整宿整宿的愁得睡不着觉。我们已经融到钱了，独龙项目暂时不缺钱。另外啊，就算我走投无路了，我也不能用你的钱，因为我希望
你可以把这500万一分不少的还给何梦。李思雨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祝福我、恭喜我？你为什么就一直想着拆散我跟何木呢？小玲，我们希望你开心，我们希望你幸福。我一定会的，我一定会开心、幸福。哎，Oh.